2021年了，11月12号，特别淡，特别淡，6:50，出版人是摄一摄，黑龙江浙江花东杨树林的超有资质的3012年民主，2007的编导的，色淡新人一张。Thank you. 开开门。稍一稍，在台北站停好。看见你这边到不能让红烧带新的机子来喝，6:52。啊，谢哥安全的，因为我今天蛮赶的，去另外的地方。然后对，所以哦对，啊，所以现在赶紧过去了。那谢哥安，知道今天的中部铁道这里就结束了，这样，对吧？那如果后续有什么，我再跟你们说吧。毕竟票我是想要用完，对，好不容易的，3007。我们11月12号，切克那天吧。